杀熊为什么肩膀痛，我来帮你解决。杀熊的肩膀应该是要通过我们手指撬动拍柄去击球，这个动作就不会伤肩膀。如果伤肩膀是这个动作，拉着肩膀，这是错误的动作。正确的动作应该是由我们手指带动手腕带动前臂去击球。做手拍动作，我们是用到我们这里手指的末梢发力，也叫第五个加速发力。这个动作是正确的。